杨堂主说，宋朝已经是四面楚歌，辽国、金国、蒙古国啊，皆对我大宋虎视眈眈。而在那个时候呢，我大宋王朝起义军不断呢。当时大宋天下的起义军有四代，被称为四大贼首。第一个贼首，山东水泊站的宋江。第二代贼首方腊，第三代田虎，第四代王庆。